各位三十岁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五卷经文，现在讲到就是二十五圆通顺序排来，这是第十六啊，第十六的持戒圆通。参虚大师的科判呢，他是根据这个每一门圆通所证的这个名称呢，来建立他的科判。按照十八件次序呀、六尘六根里面耳根排在后边有五个，那么前面都已经讲过，现在这里讲的是六识圆通。六识啊，六识眼耳鼻舌四种啊，道上是讲过了，现在这里是讲身识，身体的身，身是所证的圆通啊，是由波离与持戒啊成就这个身识圆通。看着经文，由波离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今随佛欲成出家。”清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治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成佛教界，如是乃至三千为一，八万为系，信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听愿我心持戒修身，众退为上。佛闻圆通，我以直身身的自在，次第直心心的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思维第一。这是持戒圆通。由婆离尊者的名字，或者写作由波离啊，在所有的经论里面，有些地方翻作由波离，有些又翻作由婆离，也有翻作由婆利，利益的利，新一家又翻作无波利啊，所以这个都是印度翻音的重轻啊，少少差别啊。本经本来都是用的由波利，现在我们书本上是由婆利，由婆离啊，由波离，由婆离，声音少少有差别。但是印度翻译可能就是差不多了，因为其他的经论里面有很多翻成由婆离的。佛学词典里面呢、这两种翻译也是以由婆离为主啊、但是也有由波离的一条，由波离那一条它就指到由婆离啊，它说看下面由婆离那一条的条目里面的解释。所以呀、看起来一般这个经论的翻译多数以由婆离为主啊、也有用由波离的，由波离的啊、普通一般楞严经写的都是由波离啊、现在我们书本上由婆离呀、是根据楞严经自刻的本子啊、因为他原本这样写，当时没有把它改定啊、但是这是梵文，是可以通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所以啊，这个由波离、由波离啊、无波离都是梵音，翻成中国话叫做净知，清净的净，执事的执，这个执，执着的执啊，翻成净知。因为它是
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侍候太子做事的人，啊，等于当时太子的侍者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啊，他是跟随佛出家啊。那么一般是说是车尼，并不是优婆离啊。所以这个各经说法有点不同，因为印度当时比较没有这个历史的详细记载呀，实际情况也没有办法确定啊。优婆离啊，他看到前面富罗罗话说完了，辩才圆通讲过了，然后他就站起来，即从坐起。听法的时候都是坐的，现在要请问法，要说话，所以向佛顶礼起来，在佛的面前顶礼佛足，五体投地拜在佛的足下，然后向佛禀白下面的话说：“而白佛言，引号里面就是优婆离说的话啊，我亲随佛欲成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这几个亲字啊，一般住家往往都把它看作他亲自看到佛出家，跟随佛出家，也看到佛六年苦行，也看到佛降魔成佛，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实际情况啊，他出家的时候据说是2月8号半夜，他骑着马呀出家，但是这个马当时城门是关住的，怎么能够出城呢？据说四天王下来呀，每一位天王绑一个马脚，就四个马脚，就由这个四天王绑住啊，跳出城去了，啊，城那么高，靠四天王的神力把马带住脚跳出城外，啊，那么当时侍候太子啊，这个马童啊是车尼。后来也出家的啊，这个车尼跟随太子到了雪山，那么佛就把自己带的剑拔下来，把头发剪掉割掉，那么把身穿的那些宝贵的太子衣服跟这个头发啊，跟这个身上带的剑交给车尼，叫他带回去皇宫跟国王净饭王禀白说他已经出家啊，不成佛不会回来啊。那么所以车尼就按照太子的指示啊，带着他的东西回城去了。那么因此出家之后到雪山，实际上只是太子自己一个人，旁边没有人的，所以优婆离不可能在他的身边啊。那么就是佛在六年苦行的时候，优婆离也不可能在身边。为什么？那六年苦行是很辛苦的，优婆离他不可能跟随佛在哪里啊吃这个苦头啊。那么就是佛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降魔啊，那么这个事情也不可能优婆离在身边看着啊。所以这个亲自啊，我的看法认为是佛成佛以后优婆离去出家，那么出家之后他在用功的时候细细的观察，哦，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出家的，怎么样子修六年苦行的，到了菩提树下怎么样子降魔然后成佛的，怎么样子来降服那些外道的，而他自己断烦恼是怎么样子断的，用心去观察那个经过的事情，
已经经过的事情，并不是看作佛在佛的身边看作这些事情，而是他出家以后静静地观察佛怎么样子出家，怎么样子苦行，怎么样子降魔成佛，这些事情啊是由波离自己亲身啊入观去观察佛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说佛出家他跟在身边，不是这样。我的看法，这个亲就是他亲自啊用心去观察佛出家的情形，不是在佛的身边啊，应当是这样解释啊，才不会跟其他所有的经论所说的这个内容相冲突啊。自足外道就是降伏外道，降伏外道也是出家成佛以后的事情啊。佛出现世间，印度有96种外道，那些外道很嚣张啊，而且佛当时只有30多岁啊，外道有的年纪很大啊，也瞧不起，所以因此啊佛用神力把那些外道降服。这个情形看这个杜三迦舍的情形啊就可以明白了，佛成佛了必定要把世间的烦恼断尽，所以说解脱世间贪欲诸漏，贪欲代表所有的烦恼，诸漏就是一切烦恼，漏比方烦恼，那么这个诸漏就是指众生都有这个贪嗔痴等84000的烦恼。那么佛怎么样子得到解脱，怎么样子把烦恼断掉，怎么样子成佛，他由波离出家以后啊就这样子一一细细的去观察啊，他哪里修观观佛出家的情形啊，并不是说亲自看到啊。那么他的修行法门，因为他一向是帮太子做执事的，他很能吃苦，所以佛就教他持戒，成佛教戒呀，啊，秉承释迦牟尼佛教导他持戒的修行法门，啊，持戒，大比丘有250戒。比丘250戒，刚好250条的戒法，这是根据四分律里面呢、啊、是刚好250戒啊，5边7区，细细算起来刚好250条，那叫做250戒。那么戒法那么多，尤波离很难吃苦啊，都把戒持得很清净。不但是比丘应受应持的戒持的清净啊，尚且能够把3000微仪8万微细的细行一一都能做好，所以如是乃至比丘的3000微仪乃至8万微细的细行啊，并及所有戒法里面的信业遮业啊，这些通通啊他都能够啊持得清净，所以叫做细戒清净。这些名相先说信业遮业，戒法有信戒遮戒，信指这个戒法的体性啊，就是指杀盗淫妄啊，杀生偷盗邪淫出家人不断淫的不淫欲啊，还有口业的妄语，这些就是你不持戒，没有出家不持戒一样有罪过，它的体性就是罪过，所以叫做信罪啊。这里的信业业是造作杀盗淫妄，这是他的体性本来就是违法的，就是国家的法律啊，这个杀人有罪要赏命，
偷盗、做偷、做这个小偷、强盗、土匪都是有罪的，要受国家的法律制裁。邪淫在家人也有要保持这个不邪淫，邪淫也是有罪的，国家的法律都有规定的。万一欺骗人诈欺也是有罪的，所以他的体性本来就是有罪，这个叫做性罪啊。那么去造作就叫做性业啊。所以三大愿望这四根本见，无论佛自见不自见，他一向是有罪，因此叫做性罪啊，造成了叫做性罪，正在造就叫做性业。遮是遮止，经过佛的规定，做了这个事情才会有罪啊。如果佛不遮止，没有建立戒条，那么世间人做什么有罪的？举例说五戒里面的饮酒戒，饮酒戒就是遮戒，因为世间法喝酒是没有罪的，国家的法律喝酒没有定罪啊。世间人的误漏，他因为他是一种预漏的情况不算罪，但是佛法里面呢不能喝酒，为什么呢？这个酒是迷魂狂药啊，它会使人乱性啊。那么如果是喝酒喝醉了，前面三大愿望四根本戒通通都保持不住，都会遭到破坏。因此之故，经过佛自戒才遮止啊，没有自戒没有罪，自戒就有罪啊。例如饮酒，在家五戒里面饮酒也有罪，出家人饮酒一样有罪，这个是叫做遮业。遮业经过佛的规定遮止之后啊，有的时候碰到特殊情况也可以开放的。例如饮酒啊，假如治病身体有病非酒不了，没有酒的话这个病治不好啊，不得已，因为治病可以方便可以开放，因为这是遮戒啊。所以遮戒开又遮，遮而又开啊。那么开开遮遮经过几番这种情况，在比丘戒里面遮戒这种情形很多的。所以像九戒之类经过佛的遮止，造了就有罪，不造如果不受戒就没有罪不受戒总然去喝酒没有罪，这一类的戒法就叫做遮戒。这个遮戒以此为例，比丘戒里面这一类的遮戒很多250条里面有很多属于这一类遮戒，这就叫做性业遮业，性罪遮罪啊。如果造了就有罪啊，本来就是罪，那是性业。如果佛不自戒没有罪，自戒受了这个戒有才会有这个犯戒之罪，那就叫做遮业。性戒如果犯了会有两重罪过，在家人不持戒，他犯了三道阎王，只是犯了国家的这个法律，要受国法的制裁而已，他只有一个罪。出家人他犯了这个罪罚就有两重罪，怎么两重罪呢？一个是性罪，他本来就有罪，要受国法的制裁；一个是受佛制而没有持好，违背佛制，那是违背佛制的犯戒罪。所以出家人犯了三道阎王就有两个罪，一个是世间的性罪，一个是违反佛制的犯戒罪，有这两种啊。所以性业遮业的不同点在这里，
遮也只有遮罪啊。信遮二业已经说过之后，再说这个三千无疑，八万细行啊。三千无疑呀，在藏经里面，律藏里面呢，有大比丘三千无疑经啊。大比丘三千无疑经啊，有上下两卷啊，它是里面有一条一条的条目啊。这个三千无疑算起来呀、啊，不但是不到三千呐、啊，两千也没有。我曾经去算过的，里面一条一条分得清楚的，一共有1163条，有些只有名相，但是没有详细条目的，有430，合并起来呀、啊。大比丘三千无疑经里面可以算得出来的只有1593条，1593是啊，根本就不到2000啊，何况是三千呢？关于这个三千无疑啊，一般名相就是这个法术里面有这个名相，他把这个三千无疑说成真正有三千，怎么说呢？他按照比丘的250件，配合人的四威仪，行、住、坐、卧，他说行有250，住也250，坐也250。饿睡饿也250，行住坐卧四威仪刚好1000，刚好1000，再配合过去1000，现在1000，未来1000，配合3次，刚好3000，这样子配合起来叫做三千威仪，名相上好像是年然有3000了。对不对呢？近代有一位首培法师，他著一部《楞严经妙心书》，他那个妙心书里面对于这个三千无疑的配法啊，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个不合理。怎么不合理呢？250戒，比丘戒250，五边七趣里面这些戒法有些啊是站住犯的，有些是坐住犯的，有些是睡卧时犯的，有些是走路犯的，它只有一种啊，顶多是两种，四威仪里面顶多是两种，不可能每一条件都具备四威仪呀。例如吃饭嘛，吃饭的戒相里面啊，这个众学法里面有一条说不得大团饭吃，吃饭的时候印度人都是用手抓的，用手抓饭，不像我们用筷子，他们用手抓饭吃啊，太大了嘴里装不下啊，这样子啊很不无疑，是不可以大团饭吃，这个顶多是能坐住坐啊，有人边走路边吃饭吗？工人可能有啊，出家人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他都要坐在下来坐住吃的，站住尚且不可能啊，躺下来睡住吃饭更是不可能，除掉生病啊，生病不能坐，躺在床上不得已，那个情况也许是有啊，可是不可能啊，在正常的时候躺下来吃饭，有这么懒惰的人吗？啊，懒得坐着吃饭还躺下来吃饭，有这种事吗？不可能有。像这类威仪只有坐着有，行不可能有，立也少有，躺下来除掉生病也不可能有。他说这样子配合行住坐卧四威仪而说成1000，不合理呀、啊，与事实不符。所以他在注解里面说，
这个所谓三千为一呀、啊、这是一个事项条目，没有实境，没有实在的这种的境界，就是没有实事了啊。只是说出家人的为一呀、啊、讲到细的地方有三千那么多耶，但是就是三千为一经也没有三千呐、啊，何况是250界里面要具备三千，应当是不是这样子。我对于他这个说法我很难认同，是有道理，不过在这个法术里面把它编成有这么三千也有它的意义了啊。有没有这回事，说成三千有这个数目字就对了啊。这只是显示出家的唯一很细，八万更细咯，八万细行。那么这个八万细行就是八万四千呐、啊，略掉四千呐、啊，八万四千很细的这个细行。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是细行，那么要怎么样子去分配呢？也有它的分配法，还是一样的，将把那个250界，啊，配合行住坐卧就是一千。那么这个不配三世，配三句境界。菩萨界里面呢有三句境界，第一是舍利一界，第二舍善法界，第三饶益有情界。它配合这三界，配合这比这个菩萨界里面的这个三种界，叫做三句境界啊。行住坐卧合并起来一千。三句境界里面舍利一界一千，舍善法界一千，饶益有情界一千，那么这样就正好三千了。这三千啊、再配合身口七支的造业，身会造三道淫，口恶口两舌妄言起矣。他说啊、三也有三千，道三千，乃至妄言其一各有三千，三七二十一，七支，三七二十一，不就两万一千了吗？两万一千再配合多贪、多嗔、多痴等分，各个有二万一千，就八万四千了。这样就八万四千了，多贪两万一千，多嗔两万一千，多吃两万一千，贪嗔痴等分差不多的等分两万一千，这个四样配合起来，这样正好又是八万四千，啊，这是名相上，如果你有教圣法术，啊，教圣法术里面最后条目最多的就是八万四千，里面有八万四千尘劳，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法门都有这个名相的配合啊，他这个配合八万四千这个细行的唯一好像蛮有道理的嘛，可是事实也不如此，跟前面三千唯一的说法相同。所以这个守培法师的注解里面对于这个八万细行的看法，他也是说这只是一个数目字，显示出家人的细行很多，多到八万，并不是真正有这么一个条目，一条一条可以算得出来，这应当是没有这回事。这个情况跟三千唯一相同，啊，这里只是说到，由波离持戒呀、啊，不但是把250界持得清净，而且对于这个三千唯一、八万唯一的细行、信业者遮业，通通。都能持得清清净净，不会有丝毫的违犯啊，是这么细说明他持戒的清净情况啊。不过这个戒相啊，所谓250，只有四分律才刚好250啊，其他不一定哎。例如翻成中文的这个旧的律部里面，除掉四分律，还有五分律、十诵律、
摩诃三七律。那么这三部戒律它里面的比丘戒就不是刚好250，都有一个差数啊。如果细算的话，各个有它的一定的数目字，但是它彼此有不同的地方，细的戒法有些地方是两三条合为一条，有些地方一条分成两三条，所以这个数目字也不能确定的啊，只有四分律刚好250啊。而且这个直约比丘戒比丘尼戒就不是如此了，所以因此这个戒相多少啊，实际上不能确定它的数目字啊，所以这个38000也不是确定的数目字，只是说很多很多啊，比丘戒的威仪很多很多啊。所以出家人很讲究威仪，威仪清净庄严，人一看到会生恭敬心。我出家没有多久，1938年的年底吧，我第一次见到忏元法师啊，忏元法师的威仪很自然的，不是照做的，他那个一举一动的样子就是很庄严，俨然是行住坐视威仪的代表，我非常的尊敬他，觉得这个人的威仪啊不用造作，自然而然就有这么细的威仪。所以我生平看到出家人的威仪最庄严的，我认为我见到的就是忏元法师。忏元法师现在在水里呀，已经80几岁了，年纪很大。那个时候我见到他，他才30几岁啊，他的威仪非常非常庄严，很自然的，不是说怎么样是造作出来的，造作也造不出来啊，很自然。所以这是他自然的威仪，应当这种人呢、啊、就是多生出家，出家的威仪他非常清楚，非常庄严。除了这一位忏元法师之外，其次我看到的就是续祥法师，我石头山传戒的时候的二师父续祥法师，他的威仪也是很自然的，也是非常庄严。那么出家人的样子啊，一看就可以看出他那个端严的身相，让人生起恭敬心啊。那么其他不是没有了，就没有这两位这么啊殊胜啊，所以这个威仪很自然的让人看到生起恭敬心。那出家人如果威仪好，那么平常人一看就是不信佛的，看到也会生起这个尊敬之心啊。他把这些都能持好啊，细节清净，身心极灭，戒持好了，身也安定，心也静得下来，和极灭就是烦恼消除了。由此啊，由持戒破除见思惑，见惑80/80，思惑81品的烦恼，又是整个断掉啊，就是证到极灭的境界，就是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啊。由波离是由持戒而证到阿罗汉果的，因此之故，他啊以持戒在佛弟子当中就是持戒第一，佛赞叹他为持戒第一的比丘啊。所以接下去这个优波利自己说，我是如来众中纲纪纲领导人，戒律里面他是领导的，纪是纪律，佛法里面的纪律，出家的这个纪律最庄严就是他。因此啊，佛亲近我心，持戒修身啊，重推为上。无论是持戒，无论是修行，在身世方面他是做得最好的，是重推为上，大众之中大家都尊敬他，认为啥，他是持戒第一。佛问圆通，我以直身身的自在，彻底直心，心的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实为第一。佛问我怎么证到圆通吗？我是第一步先直这个身体，直就是守法保守，不是执着
保守，按照他的持的戒法，如法持好，先把身持清净，就身的自在，然后是立止心，心的心地清净啊。那么细最细的心动也叫做犯戒的那个菩萨戒，他也能够持得最清净。这次第由身治好了，就止心，保守心地清净，那么心也就就近通达，通达了就是烦恼断除了，然后身心一切通力，身通力心通力一切通力。那么我认为这样子证阿罗汉果，成就出世间的这个功德，最最为第一，这思维第一，这是尤波离认为他有持戒啊，能够从身世转过来成为清净庄严的这个持戒修身的人啊，由此断烦恼了生死，他认为最第一。持戒清净，由此成为最第一的持戒啊，持戒圆通，这是尤波离啊。那么尤波离的持戒圆通文字上就说到这里啊，接下去就是啊目犍连的这个意识圆通。刚才说到持戒，这个持戒圆通，尤波离尊者持戒圆通到最后，他说明他的持戒的方式啊，他讲得非常的确实，说我以止身，身的自在，彻底止心，心的通达，然后身心一切通力。他这几句话呀，就是教我们学习持戒的下手功夫，不要囫囵吞枣的看过去啊。持戒第一步就要先学习呀，保守这个身体，不去违反三道因啊。例如说，假如你不持戒的话，吃众生肉，看到这个动物啊，平常你有吃它的肉的习惯，哎，那你看到了心就动念，哟，这个鸡那么肥，这个鸭子那么肥，哦，或者是这个鱼呀，有多好多好，啊，这点煎不在瓦和鸡啊，心里动这个念头，动这个念头，如果你不持戒持戒的话，很可能就去杀生了。现在你已经受了戒了，啊，心里虽然过去的习气动了这个念头，他马上回心一想，哎，不对呀。我已经受了不杀生戒，我怎么可以去吃众生肉呢？再好吃也不能再吃，我们要受持佛戒，否则的话将来要堕落。这个念头一转过来，就不会去造杀生的业。这是止身，先从身受持好，不去做违反佛制的事情。例如偷盗吗？有一种人，他有顺手牵羊的习惯，到人家这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只要一有空当有机会，他就会顺手牵羊，偷了一两件小东西。有这个习气，如果你不改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有一天被人发现了，那就要问题大了。那么你受了戒，过去总然有这种习惯，可是正在动念的时候马上转过来，哎，我受佛的戒呀，我不偷盗，戒法里面规定不可以偷盗，我怎么可以动这个念头啊？偷盗就是犯戒，犯戒将来有堕落。那么因此之故，他就可以呀，把心转过来，不去做这个偷盗的事情，那么身就能够受持好，免至犯了偷盗啊。淫，以在家居士来说，假如在家居士个个都能收持五戒，尤其第三的不邪淫，
贪婪受持不邪淫的话，家庭会最圆满，就不愁啊外边会有所益，纵然有外他也不敢欲。为什么？持戒呀、啊，啊，不能犯邪淫呐、啊。家里夫妇是正常的、合法的，没有过犯。那么如果外边在欲的话，那是邪淫，有过。啊，如果你持不邪淫戒，你就不会发生这个外边有所欲的情况，逢性也不会抛出墙。啊。所以这个佛戒帮助世间太大了，要你真正能够好好的持戒，在家居士能够保持这一条件，他的家庭必定最温暖、最好、最调和，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佛戒对世间实在帮助太大。而出家人纵然有这个念头，他也不敢再继续动下去。为什么？持戒不能有所违犯，违犯了就要堕落。由此之故啊，他就能够保持他的身啊，不至于违犯。这是第一，我以直身先直身，身治好了，身的自在，练成习惯了以后，他不会打这个妄想，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啊，不能做他还动什么的妄念啊，动这个念头没有用啊、哦、所以慢慢这个妄念就没有了。心里没有这个念头，那么彻底止心，心就得到自在啊、哦、这个止心啊，进一步说菩萨戒很细，动念头也会犯戒。所以涅槃经，大般涅槃经里面说，行菩萨道的人，如果隔壁房间有一个女众，她有声音啊，那你听到了，如果动念的话也就犯戒，动念就犯戒，不要等到去造作。所以菩萨戒讲到细啊，起三道一念，心里动了这个念头就是犯戒，这是最细的了。所以彻底止心，那么心的通达就是说，他知道这个心念不能动，这类妄念不能动，动了就是违犯。菩萨戒最细的地方是如此，不能动念，念头动就是违犯。不过这个必定是大菩萨才能做到了，初学凡夫要他完全不动念是难的，也不可能的。那么动念能够挽回过来就算好的了。如果是大菩萨，他不会动念啊，因为他知道念一动就是违犯，所以直心不让他动坏念头。那么由此久而久之，心里就已经成为啊自然的情况，不会取这些妄念，那么心就通达了啊。所谓通达，通于无上菩提道的啊这个菩提道路啊，都能够一直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中间不会有所阻碍，不违犯就不会有阻碍了，所以心得通达。由此之故，然后身心一切通力，从此之后身也通力，心也通力，这个道理呀、啊，等到后边四种清净明慧还会说得更清楚。就在第六卷啊、这个25圆通说完选圆通之后啊。阿难再请问，那么佛说这个四种清净明慧那个地方还有详细的对这个持戒的道理的说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平常说戒定慧三摩罗学，有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摩罗学。这个就在后文第六卷的四种清净明慧之前啊，持戒清净才能啊成就这个定功，禅定成就了才会开发智慧，智慧开了才能断烦恼，才能了生死。那么应当是由戒又要有定，有定才能开发智慧而断烦恼。
那么尤伯利为什么他当持戒就断烦恼呢？应当要知道前面那个清冠，那个清髓，那个清剑，这就是他的修观，这个修观就是定。所以他这里持戒呀，戒中有定，既然戒中有定啊，就能开发智慧，就能断烦恼。因为他已经到了这个身心一切通地，如果没有定，心还能通地吗？有定才能通地，既能通地，就能开发智慧，就能断烦恼。所以尤伯利虽然名为持戒圆通，实际上他在戒里面有定，戒里面有定，而定中就会开发智慧，由此就能断烦恼。他不是单持戒而已呀、所以这个戒律里面也有这么两句话呀，戒禁由智慧变得第一道，这在比丘戒，比丘戒的这个戒颂里面呢、前面有这么两句话，戒禁有智慧，持戒清净了，心就定，由此就会开发智慧，由此就能得到第一道。第一道是什么？无上菩提，否则不叫做第一。因此之故，持戒当地就有定，同时会开发智慧，不是单戒而已。那么有人就凭这个戒本里面说这个欲得三天上，若胜人中者，常当复戒足，勿令有回损。你想要升天吗？想要做人吗？持戒，戒持好了，升天做人就没有问题。如果戒足不守好，发生毁坏，那升天做人就有问题了。那么因此一般就认为持戒只能升天，只能升人，好像是只是人间天上的福报而已，好像不能解脱，那是单戒。单单讲究直身的持戒，直身的持戒就是尤伯利的第一段，但直身的持戒可能是如此。如果心能通力的话，就能有定，而且也会开发智慧。所以戒中要有定慧，有定慧就能断烦恼，不是单持戒而已啊、这点要先明白啊、无论你修什么法门，没有不持戒的，佛法里面没有不持戒而得定得慧的。这个道理到后边四种清净明慧说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戒里面必定要有定有慧，有定有慧就能断烦恼，就能超出三界，就能了生死。这是持戒圆通，尤伯利深思持戒圆通说过了，就以深思的这个修法来持戒啊、由此得到圆通。翻过来第十七，神力圆通，神力圆通本来就是意识了，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意识圆通。那么这个神通的圆通啊，这是目犍连，目犍连神通第一，所以他由得到神通第一，就是转意识成为神通第一，因此啊叫做神力圆通啊。看出经文，我们先顺着文字啊把它读一遍。大目犍连即从坐起，礼佛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出于路七十，逢遇游罗频罗切耶瑙提三迦舍波，宣说如来因缘深意，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会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我有十方得无挂碍，身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为世尊呢，十方如来看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
我以宣瞻星光发宣，如成逐流，九成清音，思为第一。这是穆建连由意识转为神通第一啊，为生理圆通。大穆建连，大就是摩诃，有些地方写着摩诃穆建连，摩诃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大，这里就把摩诃翻过来叫做大穆建连，因为他经文的体例啊习惯以四个字一句啊，如果摩诃穆建连就多一个字了，把摩诃翻成大，大穆建连，穆建连还是原来的印度话啊，这是他的姓，翻成中国话叫做采俗氏，他的祖先呢、啊、修仙采俗为实，由此成就，因此以采俗为姓，叫采俗氏啊。他的名字叫做居利托啊，他跟舍利弗是兄弟，同参兄弟的师兄弟啊，因为他没有学佛之前，他跟舍利弗都去亲近一位外道，叫做沙然藩智，当时在印度很负盛名啊，在外道里面呢他有些神通啊，也有很特殊的境界，因此舍利弗穆建连跟他学，而这个沙然藩智有200个徒弟啊。那么沙然死掉之后，舍利弗穆建连各领导100位啊，在哪里修学，因为他所亲近的沙然藩智临死的时候啊向南方看笑了一下子，那么舍利弗穆建连就跑到前面来要问师父啊，你笑的是什么呀，看到什么境界呀，要来问他，还没问好啊他已经断气了，死掉了啊，就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他就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认为他的师父没有得到啊，如果有得到的话他问话总得打把话答复之后才死嘛，为什么他正在问的时候他就死掉了，可见他是没有得到的，因此他兄弟两个人轮流每天都要一个人到外边去啊，看有没有碰到名师，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修的地方距离王舍城不远，所以天天都到城里面去啊，看有没有这个艺人出现。这里说穆建连也轻看，那么其他的经理说是舍利弗见啊，见到这个马胜比丘啊，并不是三迦舍，马胜比丘就是五比丘之一啊。那么舍利弗听到马胜比丘所说的因缘的道理呀、啊诸法因缘散，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话他一听到就证道出国虚度缘，那么赶快回去跟穆建连说，穆建连听到了也证道虚度缘，因此两个人决心才带着200位弟子到诸林精舍去亲近佛，跟着出家了。一般还有这个大智度论都是说舍利弗见，穆建连是由舍利弗转说，而这里经文是说穆建连亲自见到三迦舍，而不是马胜比丘啊。不过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就是顺着经文做解释啊。那么实际情况不必去论它。穆建连看到前面尤波利的话说完了，他就从他的座位起来啊，大穆建连即从坐起，听经是坐住，现在要听要跟佛说话就起来顶礼佛祖啊，然后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出于路七十啊，这里有70两个字，很可能是出家以后碰到的事情了啊，是不是他在沙然藩智那边也是托钵乞食，不得而知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出家以后遇到
还是还在沙山梵志那边还没出家之前遇到，他那个时候是不是托钵，不得而知啊。这一点我们不去穷究啊。他在路上七托钵七十的时候，碰到三家是逢，就是遇到啊，逢遇就是逢遇就是遇到，遇到三家社的老大尤罗频罗，老大尤罗频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木瓜林，木瓜林，可能他住的地方满山都是木瓜吧，啊，也有说这位老家社他的胸前有一个瘤，好像木瓜。也有这种说法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断定，不过我总觉得还是看他住的地方满园都是木瓜比较好，不要挂在身上。哎，好像他住的地方满园都是木瓜吧，所以因此他住在木瓜林，人家就称他啊尤罗皮罗迦舍，迦舍是他的姓啊。这是老大切耶，是切耶迦舍，切耶迦舍是老二啊，切耶是山名，切耶山，切耶山就是象头山，象头山。另外有一部经叫做《切耶山顶经》，啊，他住在象头山，就是在老大住的下游的啊，这个河边的山，啊，叫做切耶山。这个老妖最小的就是哪提，哪提翻成中国话叫做江。江河的江，啊，因为他住在这个江边，所以称他叫做江迦舍。这三位迦舍波，迦舍波的那个舍，叶不念叶，客家话都会念成变成叶字，这里不念叶，念舍，舍。所以有些地方啊，他把它写成这个慈悲摄受的那个舍，啊，三迦舍波。就是三位迦舍，他们都是姓迦舍，是亲兄弟啊，三个都是老外道，尤其老大尤罗频罗，当时是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就是这个王舍城频婆娑罗王的老师，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位国师，很了不起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度五比丘，然后他因为跟这个频婆娑罗王有约，本来频婆娑罗王叫太子不要出家，我分一半国土给你去治理，当时太子说我已经决定出家，没有成佛就不回来，因此他既然心那么坚定，频婆娑罗王就对悉达多太子说，假如你将来成佛了，你再回来度我。太子答应了，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先到鹿耶院度五比丘，然后带入五比丘跟五十位的这个青年一共五十五位比丘，来到这个王舍城要度频婆娑罗王。但是他要来王舍城要经过三迦舍村，要经过这个尤罗频罗迦舍住的地方因此这个这一天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一个人先来，他们五十五个人另外从便道到这个王舍城去了那么释迦牟尼佛来到尤罗频罗迦舍村，用意就是要度这个三迦舍。到了尤罗频罗那边天黑了，就向尤罗频罗说借一个地方给我住吧，我天亮才能走路尤罗频罗迦舍他也还不知道这是佛你这个青年看起来蛮不错的，好吧，你如果要住的话，我后边有一个石洞，你到那个石洞去住吧，不过你要有一点本事哦，否则会卖命的没关系，只要有地方就好。那是什么地方啊？火龙洞，火龙啊，那个洞你住在那边，那个火龙会渡火烧人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他住在那个地方啊，火龙吐火，佛就入火光山脉佛的火光比龙的火光更大，把那个火龙烧的他没有地方跑，什么地方都是热得不得了，
没有地方，然后他跑到佛的钵，跑到佛钵里面去清凉了，啊，所以他降服这个火龙。第二天早晨呢，由罗宾诺他说，那个青年必定被火龙烧死了，昨天火那么大，啊，拿着这个锄头啊、笨鸡啊，想要去埋尸，啊，去看，哎，释迦牟尼佛坐在哪里，微微不动，啊，这里有火龙，您没有碰到吗？指着这个钵，火龙在这里面。由罗宾诺一看，嘿，真的，那个火龙变成一个小蛇呀，遁在那个佛的钵里面去，才知道这个人了不起。能降服火龙，这个很不简单，因此现了好几次的神通，才把优柔频罗教化成功了。然后优柔频罗啊，就礼佛跟佛出家了。他正在礼佛出家的时候，因为他要出家之前要把他这个外道的那个四活的东西通通丢掉，丢到火里流往下流。那么他老二老三看到这个情况，因为他的哥哥出问题了，找来看。看到他的哥哥正向释迦牟尼佛在拜，哎呦，那他年纪那么大，拜那么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等到他拜好了，我说大哥你怎么颠倒了？啊，他说没事，你不知道，这才是真正我们所皈依的。因此他们三兄弟一千人统统皈依，啊，所以他们三家是由这个因缘，佛要去王舍城之前。就先得读了，带住三家是一千人到王舍城的住进去说，啊，那么这里是三家是出家以后，可能是在街上托钵，啊，那么这个目犍连就碰到了，啊，碰到这三家是看到他的唯一庄严，他搭的衣很特殊，很庄严，不曾看过，所以他就去请问他，啊，你的师父是谁呀？咱们在教你呀，啊，那么三家社就说这个因缘深意，啊，也就是这个诸法因缘散，诸法因缘灭，我佛大萨们常作如是说，还是这个话，啊，而说这个因缘深意呀，很奇怪的，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的这个郑脉松，交光大师的这个楞严经郑脉松。他住到这里，他看到那个深意两个字啊，他就起一种特殊的想法，因缘深意，如果说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不叫做深意，什么才叫做深意啊？他说应当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名为假名，一时中道矣，这才是深意，因为这里面空假中三观具足，他就用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是中道义，用这个句中来解释这个深意。他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是不能对上去的。为什么？你要知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是中道义，出在什么地方啊？它是出在中观论里面才有的。中观论是佛灭度后700年间龙寿菩萨住的，啊，难道三家是他在700年前能看到700年后，啊，这个龙寿住的中观论这一首句诵他就说出来了吗？这真是不懂历史，没有注意历史，所以会被一些历史家笑，这个出家人很多不懂历史啊，所以他说不共朝代没有关系啊，他会过来啊，啊，东汉可以过来三国可以上到东汉，会闹出这一类笑话，原因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句诵是出在哪里呀？这个句诵不是出在三家社说的话嘞，而是在中观论里面，是龙寿菩萨造的中观论里面才有这首颂，你用这首颂来解释三家社说的话，那三家社他能够在700年后出的事情他就先看到先说出来了吗？这就是不懂历史，发生这种语病，不但他出这个语病呢，连原因法师的讲义也照抄，
也把正脉这一段这一段话也照抄，哦，因缘生意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为什么不动动脑筋啊，想想这一首句诵是什么地方出来的，根本对不上去嘛。你们知道这里讲的生意并不是说佛法里面的这个生意，这里说的生意是什么呀，那个佛法说因缘的生意呀，外道没有的，比起其他世间法跟外道法比起来，因缘法佛才说的，这是佛法里面的生意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你看它是钱吗？外道里面没有的，世间所有学问里面也没有的，只有佛法才有。那么因此比较起来，佛说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这个因缘不是就是生意了吗？何必用因缘所生法，我说这是空的句诵来解释啊，不必用那个句诵解释，因为他这个生意是生于外道，生于世间，比世间法比外道法要深得多，因为外道不知道因缘，他讲自然外道不知道因缘，所以因缘法在那个时候是生意所以这个生意呀，是站在一切法的立场来看，佛法因缘就是生意外道没有了，世间其他学问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生意不必搬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句诵来，不要搞错了。所以你看这个圆印法师讲义里面这一段的解释，应用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是错误的。虽然在理上可以说得通，哦，这个比较深，好像有道理，可是这里不能这样讲啊，对不上去呀，因为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偈颂当时还没出来呀，这个偈颂是出在中观论呢，怎么可以搬到当时佛在世，而且舍利弗、目犍连他还没出家，那个三迦舍说的话就是这个偈颂吗？绝对不通啊，在四相上绝对讲不通的，理也许可以，四相绝对不通，所以不能这样解释。这个生意因缘当体就是生意，注意听清楚，因缘当体就是生意，因缘当体就是生意，哪里还有另外比这个更深的？在当时佛法刚刚出现，佛说因缘法就是一切法的生意，没有比这个更深的，所以这个生意不必搬因缘所生法来解释啊。有些地方我说出来的东西注解里面是看不到的啊，你会看注解，你看到这个讲义里面这一种说法，你会相信吗？拿历史来对照就不会接受的啊。我邓法师的大通达，他一听到顿时就发心了，顿时发心就求出家了，因为他听到这个句诵，他就正出国虚陀园了。然后按照原来历史的说法，目犍连听到因缘的句诵，正出国虚陀园，然后他们兄弟两个人对那两百弟子宣布，你们大家意见怎么样，我是要去跟佛出家的，愿意的跟来，否则的话个人回去。两百人统统都跟住发心出家，所以因此佛法里面佛的常随众有1255人啊，1000就是三迦舍的1000啊，优罗频罗500切耶罗提合并500，那么1000就是三迦舍，200就是舍利弗、目犍连的三然凡至弟子200，50是佛在这个波罗奈国度五比丘以后度到的50位青年啊，耶舍长者寺的50位青年，那么再加上五比丘应当是1255人，经文里面经常略去零数啊，叫做1250人，就是如此啊。的大通达就是他正道出国，然后就去出家了。下面两句是说他出家的事情，如来会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
啊，到了佛那边，他发心要跟佛出家，啊，这两句话一般的注解这样说，啊，那佛就是一件袈裟，就是这个三衣的袈裟吧，袈裟结目犍连，就是穿在这个目犍连的身上，然后佛一说善来比丘，啊，目犍连的头发跟胡子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不用剃，这么好。啊、哦，不用剃，须发自落，啊，这个袈裟一着身呐、啊，佛说善来比丘，哎，头发就掉下来了，胡子也没了，就掉下来了，就是显出这个庄严的身相来。一般注解都喜欢这么神奇的说，啊，守培法师对于这个话他就不以为然，他说，这点事情啊，佛是做得到了，没有问题呀、啊。啊，要目犍连的头发自己掉下来，胡子掉下来，佛是做得到，有这个神通，但是不必这样做，佛不必这样做，何必那么辛苦呢？要现这个小神通呢？不必这样做，既然不必这样做，这个话怎么讲呢？应当是这样，佛给我一套袈裟，我就穿在身上，那么然后我自己剃头发，须发自落，自是自己耶。目犍连他自己，我的头发，我的胡子，我自己刮下来，我自己剃下来，啊，可能他自己就会剃罗了啊，是这样子的，不是佛说用神通把他拿下来，不必这么神奇，这类文字啊，不要那么神奇的解释法。他说，佛给我袈裟，我穿在身上，然后啊，我用我自己的手把头发就剃下来，胡子刮掉，哦，这样就现出身相来，这样解释比较打实啊，实实在在，不会有奇奇怪怪，不要因为是佛是神啊，不要这样想，那么是我自己把它剃下来，然后他修行证阿罗汉果了，下面是证阿罗汉果以后的事情啊，怎么样是修证阿罗汉果没有说啊，因为他证阿罗汉果之后他是神通第一啊，我有十方的无挂碍，啊，神通方面推为无上成阿罗汉。我要游十方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自由自在来来去去，啊，没有挂碍，不会有牵挂，不会有阻碍。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啊，由我的六神通发明一天，啊，那么当时大家都认为我是这个神通第一。啊，众就大众推为无上，我的神通最为无上啊。那么由此成阿罗汉，那么怎么样子证阿罗汉果？他没有细说啊。成阿罗汉之后，以后的情形啊，话说不完，留下次再讲好了。